家好，好久都没有在视频里面出现了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一个男生约会啊，不是，是男人。好，现在我要坐地铁去找他，走吧。Hello， 我现在到了。走了。开这台车干嘛？这台车带你去约会啊！你不是说我一直这样单着没办法，在广州找个女朋友，你要带我去广州可以约到女生会开心的地方，走吧。你是在这台车带我去约会哦？我是本色电动车一哥，好不好？我开电动车带你去约会也是正常的。这种比莲花好近多了。你要推荐我去哪里？你说要推荐一个好地方，说让我带女生去约会。说，来来，我帮你服务，我帮你服务。欸、谢谢。哎呀，还要拿摄像机，我们贴心，我们贴心哈。走啦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就我们现在，我们这些九零后都喜欢去的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老谢，我们到了哦。说，走吧。哎、欸，你衣服穿反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要在你面前脱衣服吗？好吧，拜拜。老谢，你好了没有？好。哎、欸，我们去这一家吧。是吗？哇，这个很不灵不灵哎。是啊。还有小姐姐在拍照，真正都是喜欢这种东西耶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其实他这个环境还不错，男生真的要大方一点。你如果约女孩子出来，这种一两百块真的不要去计较了，不要给女孩子小气的感觉，男生真的要大气一点。如果这女生太 over， 那你可以不要再理她。哎、欸，早知道我带她去四季酒店文化东方啦。啊，就这样子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你这边拉开了啦，很丑哎、欸。好喝吗？这种苦味，不是你们这种小女孩可以理解的啦。哎，爽啊，嗯，吃饱了、欸。你帮我拍照好不好？哎呀，这里，你看一下，噔噔。你什么表情啊？你要躺在这个浴缸里面吗？现在老谢说我自己拍就好了，他可以抓拍我最美的一瞬间。我信了你的邪。但是如果这三天里拍好了吗？哎呦，拍好了，等一下哦。那说不定我还是要做。我擦。哥是谁？我们看到。哇塞。跟大家讲几个要点，帮女朋友拍照。第一个一定要脚尽量靠近这个照片的下缘，这样才可以有大长腿。第二个，如果要拍全身照，你大家千万要记得，一定要由下往上拍。不是学过拍照了吗？肯定不是学过，我是自己研究，但是买出来看什么的、啊。我刚刚就随便摆的哦。走了。去哪里啊？你今天带我来这种不是老谢风格的，我约女孩子出去，我都去一些比较接地气的馆子。你喜欢吃甜品是不是？我带你去吃我真正老谢常带女孩子吃甜品的地方，走。老谢说他要跟我说一下两性的关系哦。哎，也不是什么两性关系啦，就是老谢毕竟今年40岁，经历过大小战役，有没有？十二星座大概也凑齐了。其实我大概归出一些结论啦，就是你约一个女生出来啊，你如果约不到她，你约三次你就放弃了。就你约到第三次，如果她还不愿意出来，你也就不要去勉强。为什么？没 feel 的没办法啦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 feel 就没有办法啦。有感觉哈。有感觉什么都好，没感觉就尼姆卡好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所以尼姆卡好是什么意思？就你他妈的啦！所以我们男人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。如果看到这个女生觉得长得不错，你约她三次，如果她都不出来，那算了，我们也不要勉强。或者是你约她出来， 或者是你约她出来三次，她还没有想要进一步交往的话，那也就算了，真的啦。老谢有一句名言叫做：与其提高成功率，不如降低失败率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草。女人的青春有限，但青春女人无限。下一个女人不见得会更好，但多数会更年轻。这就是老谢理念。你可以开一个情感公众号啦。走哦，带你去接地气的馆子，让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混久了的厉害。我现在带你去番禺吃一下，我觉得是我目前到现在吃过广州最好吃的甜品店。你去番禺啊？是哦，没多远吗？我们在那边去N 加创意园区拥有多久？就20分钟咯。你刚又说附近还在番禺了。哎，你不觉得我们这次约会开这个车还蛮可爱的吗？而且是电动车哦，开坐起来很平顺。其实为什么要借这台车啊？因为我是本色电动车一哥，再强调一次，没有啦，其实是好的时候被他们开走。原来这才是重点。因为袁宇鹏把 AC 开走，其他是袁老师把另外一台开走，我只能要这一台，没办法、啊。我一开始还担心你进来然后出不去嘞。不会啦，其实说真的，你老谢188的身高开这个车啊，老实讲，空间算是非常大的，但后面不知道能不能坐人啊。可以啦，后面可以坐人啦。它的空间确实还是蛮大的，虽然说车子很小台，
那我今天稍微跟静怡两个啊，在路上跑了一下。老实讲，我觉得他的这种动力上去不是那种很狂暴，像我之前试过那欧拉 IQ， 他那个动力上去是很狂暴。像这个我设定，基本上静怡你坐起来应该也不会觉得怎么突然这样急加速那种感。对，是他动力不是很狂暴，是那种很 smooth 很舒服的那种上去。然后他动能回收，老实讲，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就是当我一把油门放开的时候，它开始有动能回收，其实是蛮舒服，而且不用什么太多的刹车。那电动车真的，我觉得是在市区代步最好的工具，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要充电啊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红豆双皮奶，还冷还热的、啊？不，你再给我叫，懂的，懂。你知道这个猪脚姜是给什么人吃的？不是我们生儿子吗？过你们这边生儿子吃的吗？我这么接地气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来这边几年了，拜托。你居然喜欢吃这个？好了，你来这里生儿子，我送你一打了，好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不是我吃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吃了半个蛋呢、欸。老先说带我来约会，结果这些他都吃完了。一起吃好不好？不是乱讲，你有吃早餐，我没有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，好了，不重要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来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第一次炒充电桩，跟老先找到村子里来了。我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路，你看一下你们。在哪里开？我在找，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。他自己开嘞、欸，哎，不过有两个头哎、欸。好，刷卡。我真的本来以为充电桩到处都有，很好找。哇，在大学城那边找了两三个地方没有哎、欸。好像不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我们充电电怎么？锂三元电池，他这会告诉你。我现在充电量300多伏，很高啊。第一次体验充电的感觉，算是顺利的完成了。啊，压一下了，哎、欸。那怎么样？压一下就搞定了。哦、了对啊，那这样子，好，走吧。好方便的。其实今天啊，一天跟静怡这样出来，跟欧拉 R1 这个可爱的小车共处了一天，其实它真的还是那句话啦。很适合在市区使用、啊、但其实还蛮可爱的啦。是啦，女生看到会喜欢的。买这个车还是我那句话，就是要为了参加他的车友会啦，好吧？妹子一定会很多。不过真的啊，真的你要开这个车，充电桩要自己稍微研究一下。我今天也在那摸半天。驾驶能开得好点吗？那要看公司有什么试驾车，没办法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支持老谢，大家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加收藏哦。